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是俄克拉哈马。高天呐、蓝天，天空还是比较晴的，晴的还是比较狠的。高天呐、高入云天呐、然后这边像狮子一样的感觉，有点狮子座的感觉。晴空万里，然后有这个柱子表明是俄克拉哈马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这是张东在美国俄克拉哈马给您带来的报道，拜拜。